不然，你不会一晚上都默默守着我。你喝多了。我没有。留下来陪我。你喝多了。许幻山，你是在乎我的。我知道你在乎。老婆，嗯，家里还有现金吗？你给我拿点儿。有呀，在衣柜里，你自己拿吧。哎，你不是上周还上上周你刚拿过钱吗？啊，这不请一客户吃饭吗？那餐厅的 POS 机坏了，微信也刷不了，我就付的现金。啊。先生您好，欢迎光临建家安酒店，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？1306房间，我想再续一个星期的房费。好的，麻烦你再帮我查一下房间有没有餐费挂账之类的，可以一起结一下。您稍等啊，之前没有挂账。谢谢。嗯，您稍等。我又给你续了一个星期房费，你安心住着。什么时候想回北京了，我给你订机票。上去坐坐吧。你要喝点什么吗？啊，不喝了。你这屋里喷什么了？这么香。喂，老婆，怎么了？行，我现在马上出发过去接你。你在哪个酒店？好，那你在酒店等我。
挺好。请问咱们酒店有没有后门？后门啊，没有，不好意思。喂，老婆。喂，老公，你快到了吗？啊，我这有点堵，你稍等一下，我马上过来啊。没关系，我在酒店等你，你快到告诉我，在门口来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师傅，走吗？走。绕一圈再回来。没开自己车啊？我让陈旭接个客户。你今天怎么样？连一罐都没卖出去，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到底问题出在哪儿啊？没那么容易，慢慢来呗。你身上什么味儿啊？怎么甜了吧唧的？有吗？嗯，甜了吧唧的，我也没吃糖啊。怎么了，妹妹？啊？喝多了？多不安全呢，这儿啊！啊，没事啊，哥带你回家啊，没事。带。悠悠，醒醒，起来。知道你没喝多，我真没。慢点啊！来，采访你。喝一口，怎么样？哼！来来，你先躺下。喂，老婆。老公，你在哪儿啊？我还以为你今天晚上不会那么早回来呢，就跟公司以前的同事去吃饭了。哎，我都回来好一会儿了，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？看情况吧，
你知道的，就是公司以前离职那个孙旭，他一直觉得对不起我，喝大了，我留下来照顾他。哦，好啊，那你别喝太多啊。你如果需要我去接，你给我打电话。啊，不用，老婆，我这儿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呢，你先睡吧。嗯，那你喝酒千万别开车啊。好。好点了，嗯。那行，你没事儿，我就先走了，早点睡。你根本就放不下我。别骗自己了，不然你不会一晚上都默默守着我。你喝多了。我没有。留下来陪我。你喝多了。许冠山，你是在乎我的。我知道你在乎。你怎么坐这儿了？哦，没事吧？我想让你多睡会儿。我光听见门响，也没见人进屋，吓我一跳。你没喝多吧？没有。我没喝多少，一宿没睡啊。啊，你不回来我睡不踏实，我怕你喝多了，又怕你让我去接你。身上没什么酒味儿。看来真是没喝多，就喝了一丁点儿。我去给你做个早餐吧。好。嗯。咱们家现在越来越好了，烟花厂的订单也越来越多，你不用有那么大压力。我觉得孙旭早晚还会再回来跟着你干的。我相信。我们会越来越好。嗯，我昨天跟艾琳研究出那套电商方案特别好。嗯，能不能支持我一点宣传费啊？要多少？嗯，要20多万。我不需爱你，承认我没有什么除了背对你。
你怎么想起来在那儿唱歌了？养活自己，不好听吗？好听。总要有点收入，才能继续在那儿等你。我都想好了，在酒店房费用完之前，如果还没等到你，我就回北京了。然后你就出现了。 你不送我上去吗？哦，悠悠，我不否认我心里有你，可是我已经结婚了，我有个爱我的老婆。 和一个可爱的儿子，这一切我都非常珍惜，我不能犯错，我也不想伤害你，所以这一次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。就算你不回北京。 一直在那个酒吧唱下去，这酒店，还有那个酒吧，我都不会去了，我也不会再联系你。等了你这么多天，就等来这个。 你想好了是吗？是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我保证，你再也见不到我。 回来了，老婆，你怎么不等我回来？来，给我往外装。家里什么东西是你装好的呀？净手大话。真是啊，咱们家一样样都离不开你。妈妈，陪我玩奥特曼吧。 妈妈是不是在装桌子呢？妈，你一会儿陪你玩好不好？你到你妈妈都装不上了，别捣乱啊！自己玩一会儿。别生气了，别生气。我上次说的话你别往心里去。茶厂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家里的钱你想怎么花就怎么花，我都支持你。我支持你。 我也支持妈妈。徐子言和爸爸一起支持妈妈，好不好？好。行了，你也累一天了，就换身舒服的衣服吧。好，那我就换衣服。嗯，别生气了啊。儿子，爸爸洗完澡，陪你玩，好不好？
你是不是把妈妈的这个螺丝都偷到这儿了？接到一个好消息，就是上次我一直谈的那家酒店，你记得吗？嗯，他们要换供货商，说可以把我的空山茶放在酒店的客房里，如果这条销售渠道稳定，那我就真的可以帮你减轻压力了。特别好，老婆，我相信你，你是最棒的。我赶紧跟村长打个电话，让他把货备足。好。